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丽丽啊。我现在感到很开心，对吧？因为我一想面对十多年的这个赌盘的问题，因为我是开刀嘛，我怀疑是开刀，所以赌场伤很大，所以每次拍照一定最明显哦。因为信息很辛苦的，这不能。刚刚最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是吧？因为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来月经了，我就想奇怪，妹妹怎么扯？是不是她肚子胀得很厉害的嘛？因为有先去看医生的，没有可能啊，又怀孕没有可能，我都绑了，没有可能怀孕嘛？那肚子疼。其实没有来怎么办好那个哦，我就看到想，哎，对哦，这个仪器棒哦，有可能可以帮助到哦，我就穿哦，我穿了前面是没有什么 feel 的，真是第八天了，我穿了说今天穿完早上，砰，终于来月经了哦，哇，太兴奋了，我真的是女性都是你，面对你月经不舒服，一直来不来卡着卡着的话，你一定要穿我们这件裤子，太神奇了，你穿那这个裤子它，你 feel 它里面一阵砰砰砰一声东西，一直来你一来不完这种情况，很开心，两个多月没有来，今天穿下去的话第八天了，来等它，今天等下肚子。我变了哦，变很厉害，我就奇怪，你看那荷尔蒙问题啊，我们女性嘛，荷尔蒙问题，这个子宫很重要的，你穿那些整个的保护很厉害，我太有信心了，所以每个女人有子宫啊，一定要穿啊，不止有脚啊，有一定要穿这些裤子，太神奇，有脚要穿，有子宫也要穿了，啊，太，非常好了，OK。